大家帮我鉴定下，这是不是小学生？Hello，有麦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有麦。对，你能带我这个小学生打一把吗？好的，我们双排雨林可以吗？我说你再说遍，你说什么？我说双排雨林可以打吗？雌雄双加了，属于是。我 KD 不过三。没事的，不重要，开吧。你是不是骗小孩的呀？我是小学生。我知道小学生，我关注您20年了，可以送我一个手册吗？钱女的，我要只爱钱。你能不能把你的嘴离麦克风远一点？哼。你笑个嘚儿啊！你笑啊？笑什么呢？你能不能正常说话呀？我也可以正常说话，那你可不可以正常说话？我感觉我们两个都不太正常现在，因为我听你的声音感觉你很菜，你可不可以夹一下？一般会夹的人都比较猛，你可以夹一下吗？怎么了呀，姐姐？Nice。哇，哥哥你快上，我打不过的，两个人就在你脸上，你先去死好吗？你死了，我给你报仇。这样的话，你会感动的话，你就会爱上我。去打吧，加油加油！强行灌他一碗心灵鸡汤。没有什么女的让我动心，好吧？我是男的，不好意思。不喜欢男的，我喜欢女的。我可以变吗？性别这个东西，哎，我掐了，我掐！兄弟们啊，我以为卡住了，吓我一跳。Oh no！呀，就在你脸上，我都跟你讲了，你却不听我的话，你这个孩子真是不懂事。过来，快点，爬过来。没血了，那你先死了，看我给你报仇。完了，我翘了，完了，我也完了。问中之别了，属于是。我都跟你说了，爆点了，有两个人，你跳伞的时候，你瞅啥呢？你别说话，我加一下他们，可不可以饶我一命？只能出卖摄像这曲了。Hello Hello，对面能听到吗？可以听到我说话吗？Hello Hello，能听到吗？可以听到吗？可不可以不打我？对面的可以听到我说话吗？这小屁孩一直说话干扰我，纯纯我撩汉路上的绊脚石。你先别说话！啊，凶啊，姐姐！你先把嘴闭上！啊，掐了！你说你不在那叭叭，我能有这个结局吗？这大哥必会饶我一命，烦死了！你都烦死了！你烦死了！你夹我，你恶心我，我他妈都没心思打。靠了，我夹你，我恶心你呀、啊！你自己菜就菜嘛。准备，磨磨唧唧，那你夹一下嘛。你夹子的话，我就不夹了，好吧？你要是像刚刚那样说话，我就夹你。怎么了呀，姐姐？我太喜欢这个声音了，弟弟，我们开吧。行啊，姐姐。哎呀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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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加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